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就算有人笑我做梦，不声不声来回被选中，不会像命运里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想借牛郎地球的热度来呼唤同学们回学校上课了。当时看完这部剧就被里面的画风给震撼到了，然后也想通过我们制作的这个贵州理工学院版牛郎地球来提醒同学们要有危机意识。如果心底现在被触碰。